在十几年前带团去玩，上一次玩去不靠背，唱完之后教练叫我唱第二次同一首歌，唱两次以为自己唱歌很好听，那种性格，但就说廖家都请你唱第三次，我就真怪异嘞，为什么一条歌我唱三次，那两个问题为什么我要唱三次？你知道他们怎么回答吗？因为你歌唱应该音就唱很准了哦。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不敢拿麦克风唱歌，改行当讲师哈。我有个念来，我的名字钟耀扬，第一个字是钟啊。一出来呢，目前我基本上来演出，然后全部在小台上来打电话，那我也来，那是就来，我要先给帕丁打。三年叫钟飞扬，但是我等下叫帕，所以应该钟扬哦。以上 Google， 以上雅虎，以上 YouTube， 以上百度，应该都找得到我，好，应该找到我。那我目前不务正业，我已经退休了哈。我目前在投资看戏，还有不想去，必须在两三年后台湾上面叫《星星之梦》，到时候你们看到的话再支持一下哈。那另外一个行业是，我现在行业又两个起来哈，因为我是接手了，所以我现在专职在做讲师，跟专职在做我的命理服务哈。我学命理花了三十年，我在两年前才跟我们这边讲课啊，讲命理的啊，学了三十年，那现在大部分都在做命理跟做这种讲课的行业啊。那现在我在正声广播电台啊，104.1晚上11:10到12:00主持一个节目叫《幸福哪里来》啊，各位如果有兴趣104.1，然后如果你有任何风水的问题，欢迎你赖进来，那么也欢迎打电话进来0800002008。08000002008，那这是我们那叫09050003001，你可以把你家里面的照片拍一拍，拍完之后再用那个 Google Map 呢，把你的位置 mark 起来，我就可以跟你讲你家的风水如何了啊。所以基本上我到国外去看房子，我明天就到大陆去看房子了啊。基本上现在出门都不用带罗盘啊，全部用手机，方便啊。所以如果你有兴趣，困不起啦哈，困不起的哈，104.1正声广播电台，礼拜一到礼拜四啊 ，OK， 大概是这样。好，我们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啊。好，在还没进入主题之前，我想跟各位分享一下，因为现在很注重肖像权，所以你看我还必须签一个约，同意他拍摄，他才能拍摄，这样更了解。所以你看我刚刚在放歌曲，也没有放台湾歌曲，你会发现，刚刚找到了在听到的都是大陆歌曲。因为在台湾我没有公播权，不能放台湾歌曲，不然会被罚钱。所以以后你们如果在公共场合听到台湾歌曲，代表他有公播权，如果没有的话会被告的啊。所以我们注重首先跟各位分享。那么上课，我今天上课有两个规则，第一个规则主持下课，我已经设好闹钟了，你放心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我到大专里面去讲课，我多用了5分钟，我被投诉到学务处。现在的囡仔吼，你要用功啊，家己不爱插你。你说你敢占用他们下课时间，所以呢，从此之后我一定准时下课，所以你放心，闹钟我设好了，闹钟我设好了。第二个规则，请各位配合一下，没有回应会有报应，好不好？等一下，请你回答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好，谢谢，我相信你们是最可爱的一群，看到这么多人全起，我就知道你们是一个爱学习的人。虽然会提人讲吃到老，我跟老李定会丢。活到老学到老，你们对吗？你们认为对吗？错的。为什么知道吗？不可能。今晚社会一定是爱活到老才能活到老，学到老才能活到老。抱歉，学到老才能活到老。健康爱好吗？爱好。爱好你不是公平吗？跟人公平也爱好。所以你要先学才有可能活，你要先学运动，你才有可能活。所以现在改变哦，是学到老才能活到老。所以整个局势在改变，我们要去了解一下啊。所以好，首先我们来谈一下智人。智人当然对，从字面上来看一件事情，可能就是从外表看哦，或者从其他地方，确实没错。那么人的肢体动作可以了解这个，人的肢体有很多人来看现在这种表情，哇，你买金娜想象力太丰富，你看哦，这个照片是这样。这个两个两个对不对？你那叫客气，因为你的矿山小，你够矿山。你看今天你在讲话是不是呢？然后再看一下，这句话有没有似曾相识？卖个水水的嘛，我问你，有没有似曾相识？有吧？你看今天你在写的哦，还有这一句哦，无你惊啦，无你是变喏。有没有看到这个？无你惊哈？
所以你看到不？我那边时代在改变，小朋友的表情在改变，所以整个改变我们必须要去了解。当然，起码你做阿妈，你讲起码传孙，过去人讲吼，食到三好，我看你的年纪可能还没传孙，食到三好，第一传孙好，第二顾厝好，第三啥？今天嘛是好，当然今天哦，亚弟啦，甲亚弟四好。咱过去吼，伫去佚佗，阮囝从小学六年级时阵，咱无要载阮老爸、阮老母去，我阿爸妈讲来，伊就从爸爸妈妈说不用你担心，你的女婿就好了，哪里再不敢来。车子开动了，经过三分钟又开回来，请我老婆去。我老婆说公公婆婆跟我们来六村，好礼相请。我爸爸妈妈就是不要，就是不要。好吧，车子又开动，又经过三分钟又开回来，请我儿子去。阿公阿妈讲来六村，你来袂去，我嘛袂去，请问阿公阿妈去不去？去。为什么？公阿公、公阿妈都买皮，对不对？去到六村，门票买好了，看到那个所有的设施，你知道吗？我是冲了就跑过去，我老爸都无欢喜哦，心情无歹，吼、哦，你都知哦，讲来说个拢袂记阿公阿妈是啥，心情无歹，怎样？怎样？袂记阿公阿妈是啥？做阮两个做做，心情无好，结果经过三分钟，我叫来对遐物件撞起来，撞撞撞撞撞，阿公阿妈紧来啦！你知我老爸欢喜，刚才佫想到这个阿公，哈哈哈！你知讲啥无？阿公阿妈紧来甲排队啦！哈哈哈！食到三好，抓孙好，顾厝好，佫食啥？排队好啦，遐个紧就死好，敢袂啦？第四项甲钱讲收挂号买好啦，讲倒粪扫好啦，对不对？你有发觉这样感情？大家都就是这样。所以要聪明一点，真的要聪明一点。所以哦，人讲食较老，就食起来爱较巧，食饱，穿好烧，茶来，饭来，聪明一点。我伫五年年底那个东势林场，然后东势农会叫我去讲一场课，讲彩妆，好讲彩妆。我很怀疑为什么讲彩妆，其实我学过四个月的正统彩妆。你站着我不会画，你躺着我很会画。因为我是李医师在教你的哈，所以呢，叫我去讲彩妆，结果呢，我就说为什么他们要上彩妆，你知道吗？他说啊，老师，我们这边这个种香菇，因为种的赚钱，所以这些男人都会去外面干嘛？拈花惹草，一秋天，这些女生要不要别的，他都叫我去上课，我说好好，就去了之后就像你们这样大概200人，我就调查一下，我说今天有化妆的举手，一个都没有。然后我就说：“你看，难怪你老公会去乱搞。来，从明天开始，我就问他说：‘请问你在做什么？’你跟我来做牛工，你做牛工平常是干嘛辛苦？来做牛工一定是回来啊、登青啊、滚啊、卡青啊、好啊、牙垢来擦的。我明天再开始干，干啥？你明天再开始，我们开始我爹爹，你先干把老板给给，然后来考察个老舌头者，然后年纪个大者，把事务搁个接落去啊。然后你明天再看你那个话，你两家头打电话，老师，那我让青牛工呢？哇，你又想那种？”好啦，两天后打电话给老师，老师，我跟你讲，我叫你安尼做，阮当家问，你要做啊？我进牛哥啊，进牛哥哪有人安尼想的？进牛哥嘛穿好，咱来穿安尼。我讲你哪有安尼的无？无嘞，明仔载去相亲，一个月打电话，干么？一个月，一个月打电话老师，哎老师，我跟你讲，阮当今晚够准时，逐工五点我等来吃饭。为什么？怕他老婆跑掉了。跳嘞，跳嘞，不然人在天堂。钱在银行，师不畏寒，对不公堂。你会发现这件事，所以吼、哦，较巧的，脚把穿好小脚，穿水水又香水，有三碗水，当然是水，跟着念一遍来，穿水水，又香水，有三碗水，当然是水，把前面一遍请念。四句而已，好不好？从来来，请水水，请水水，又香水，三碗水，又三碗水，三娘请水。从今天开始，爱家己穿好水水，较巧嘞。我哩要食好是哪款？家己好，对不对？我跟你讲，白衫属于好。他们那还是前排可以。白衫属于好，为什么刚才讲白衫底下属于好呀？我讲的唔对不？有钱属于好，无钱拢假的啦。所以即马较巧个吼，厝内袂去贷款，叫恁囝人趁钱贷款出来旅游，没钱看戏啦，袂懂啊，真的是这样吼。来跟着我念一段话来，
有权有钱有成功，没有健康一场空。来，重来，重来，有钱有权有成功，没有健康一场空。来，重来，请念。有钱。右联，左联叫做爱妻爱子爱家庭不爱身体等于零，请念。爱妻爱子爱家庭不爱身体等于零。横批健康无价。健康无价。我较巧，从今仔开始来顾身体，顾好，逐天穿水水，用啥物水干了穿水，对不对哈？从今天开始改变，不然你看一下一件事情哈。所以你看哈，现在的家人都会克数。现在家人都会克数，你看一下，最讨厌的是这个和你一起碰上更年期，有没有碰过这样的事情？有嘞，我爸刚过的时候你刚才你看一囡仔吼，你干没通啊？你再不乖，把你丢出去。结果你知道小朋友怎么回答吗？好，跟你讲啦，你可能还那不乖啦。你看，再不乖，把你扔出去，整一个。你看小朋友回答什么？你可能还那不乖，不乖，小朋友。有小朋友很聪明的，那面对现在趋势的小朋友，你必须要怎么去对待他？怎么去跟他交往？一定是这样，过去哦，母囝哦，拢赖床，然后公婆囝叫起床，结果呢，一日去到房间，喊你起，你呾房间我有袂起呾，门一拍开，夭寿哦，哎呦，夭寿哦，来敢那低调啊！你若来拼拼咧，人我困这边困难，你知我囝讲啥？妈，你有看过猪自己打扫的吗？猪妈妈只好带着猪小弟去打扫了，所以发现猪太太喜欢公家了，而且还刚过完天哦，男人刚告诉我，小朋友以后不要欺负我的女人，不然下次让我欺负你的女人啊、哦，所以必须要改变，你高强度啊，你从那边来玩的，要你当妹啊，你当他，你来休息啊，所以你看现在局势要改变，所以你必须要去改变你能够对他有所期待。现在小朋友出门就会这样，你们的小孩子哭的不够，听到了没有？你看那么多人，你让我再逗一聊，看到你有没有住过饭店？有吗？那请问住饭店第一件事要做什么？check in 呐、啊。那你现在怎么又check in？你工程了？我等等。所以你会发现哦，小朋友真的是哦，你必须要去教导他。所以现在形容小朋友，你看哦，现在的年轻人这十组，你看哦，有明特族啦、败家族，现在啃老族有没有很多？很多。你知道现在演化成什么族？你们知道吗？现在演化成什么族？你们知道吗？叫做什么？知道吗？水蜜桃族。给人秀来乱，乱族。然后继续又延伸什么族？你们知道吗？叫做双麒麟族。给人秀来乱，牛牛。现在最严重的一族是哪一族？你们知道吗？现在最严重的一族是哪一族？你们知道吗？叫做低头族啦。有没有发现，人手一机，手机端了是咧看，端了是咧看，对不对？包括你嘛，同款哦，你嘛会哦。我跟你讲啦，人我强迫症你不爱死，所以你看哈、哦，现在变成双极一组，最严重的一组叫做什么？低头族。你看一百年前躺着吸毒，一百年后躺着滑手机。有啊无？你注意看，真正就是安尼哦，社会就是安尼，这叫啥？你知道？心压变。人手一机的结果就是时代的进步都变成这样，手机不是不可以拿，而是你要教他一件事，什么事？要用来查资讯。我跟我一个朋友写了一个软体，这个软体是这样，我要请我世界各国的朋友喝咖啡，三分钟全部送到，而且是热的，你们相信吗？三分钟哦，我会想要世界各国的咖啡三分钟送到你，而且是热的，你相信吗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现在在台湾的便利商店买了100杯咖啡，买完之后他给我100杯条码，100杯 QR code， 我把它发给世界各国的朋友，发完之后他们在当地的提货中心或便利商店刷咖啡。以后不是只有咖啡这件事，以后是任何商品，柴米油盐酱醋茶都可以这样做。所以说东西要不要进步？所以为什么要学到老才能做到？现在都啊，要学的啊，所以不要成为熟悉的陌生人。何谓熟悉的陌生人？你们知道？你会发现有一种人哦，
在荧幕上哦滔滔不绝哦。什么叫荧幕？就是列出一样滔滔不绝哦。结果面对面吃饭，你刚才不够味，不够味，赶快手机再留下去。我，你会发现这不叫熟悉的陌生人。很多哎，明明都在讲跟细人嘛，是想提出一样的，对不？所以我贵宾家的小孩以后吃饭一定要把手机收起来。不晓得哪个笨蛋，你知道吗？发明这种东西，假咪就假咪，跟臭水这样碰胸一样哦。哈哈哈哈哈！你现在听起来在干嘛？这样子去伸缩就不方便。所以啊，这是日本啊，我本来去日本看到想要买回来小箱子，不要买来干嘛？买来还死儿子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看时代在改变，整个为什么手机在残害我们的下一代？那既然在残害，我们必须要有所体悟，那必须有所改变。来，来问一下，你在过去你问你赞成打小朋友的举举手？我不打小朋友，我从来不会打小朋友。你赞成赞成？好，谢谢。你不赞成打小朋友的举举手？谢谢。那我另外问一个问题哈，你不赞成打小朋友，但是你又打小朋友的举举手？我也不打小朋友。哎呀，弄嘛，那叫性格也来冻未掉啦。不赞成的话，怎样？不赞成的话，蛮好。哎，中国字很好玩的，打哦，那个字哦，手把它拿掉，成绩剩什么？剩一个。不赞成打，可以。不赞成打，但是打要没有情绪，打要没有情绪，注意听。我打开了搞不掉，我掉了之后有，请问做错了没有？知道做错了吧？啊，请问打几下？我十下，好十下哦，注意看到就这样，一下哦，两下哦，三下，边打边笑。你就会发现一件事，他不会记得。如果你敢讲，自己的商业跟我的跟踪来，我敢讲，敢记啊，我不会。所以从现在开始打不能有情绪。如果你能控制到打不能有情绪，那我站着你打。如果你打会有情绪，就不要打。跳一下，因为你会越打越重，越打越重啊。人家说不打不成器，确实我们过去也是被打起来。看上台弄乱乱一阵，哪里好好又老师爬凳来跟老辈老木碰乱乱。都给我们看清楚，对吧？没错嘞。这种单号，可以稍微变一下。嗯。看 YouTube 的，看 YouTube 的。所以打 OK， 但是你会发现一件事，我老婆常常会讲这句话：妈妈是因为爱你才打你的。那你曾经讲过这样的话就把焦点就放在老师身上就好。今天凉吗？今天吗？冷嘞？今天吗？三年。没挂，你干嘛不要？你讲，你讲，我讲电话嘞。妈妈应该爱你才打你，才会给我打。妈，我宁可你去多爱别人一点点，你不要爱我。所以发现小朋友在回答这件事情的时候，你要怎么去对待他？你可不可以气气的？你在聊多羞耻啊！所以父母最大的禁忌，不听话就是打，这是最大的禁忌。为什么？你叫他去睡觉，他没去睡觉，你就打；你叫他不准吃，他就吃，吃就打。请问他有错？想一下，根本没错，是因为他没照你的意思，你就打。所以来注意这句话，父母的想要不是小孩的需要，跟着念遍前面。对不对？你的想不是他的要，所以从今天开始，不要说你叫他去睡哪，我就努力的把他，我去表弟的啊，我去表弟。我常常跟大家讲一件事，家里面只谈情不谈理，出来只谈情不谈理。我先谈一个题外的话。我先谈一个题外的话，那这个题外的话，因为又关到你家里面小孩将来会不会跟你住。会不会听你话啊？来，请问一下，不会吐你槽，不会吐你槽。今天未婚的举手，今天不会吐你槽，不会吐你槽。今天未婚的举手，今天未婚的。好，谢谢。请问一下，订婚戒指戴中指还是无名指？来，认为中指的请举手。顶婚，来认为无名指的请举手。顶婚，顶婚，来离结婚太久忘记的请举手。来，我证实给大家看哦，绝对不会乱说哈。我学了命理三十年，我身上没有带任何东西，我也没有任何风水商品。你会发现，我不卖任何风水东西哦，我只卖头脑哦，卖这个智慧叫做学术。所以我一定会证明给你们看。来，请各位两只手都做莲花指，大拇指压住中指，压住中指，然后两只手面对面，然后大拇指也打开面对面。两只手，所有的指头都面对面，除了中指是折住的，除了中指是折住的。好，等一下中指都不可以打开哦，你不可以再想着这一节不算哦，一定要在最里面这一节，而且是一定要顶住的哦，一定要顶住的哦。
好，现在听我口令，大拇指打开，好，合起来，请把食指打开，好，合起来，请把小指打开，好，合起来，请把无名指打开，打得开的举手，打得开叫不正常，谁打得开？你真的打得开？没有呢，你中指要顶住呢。无名指的、啊，你无名指怎么跑到里面去呢？无名指打不开，谁打得开？你中指不能开啊，中指开不算啊，中指一定要顶起来啊，不能开啊，没有、啊，谁打得开？你真的打得开？应该没有人打得开啊，不多啦。你食指要合起来，你怎么打开？你这都要合起来、啊。哎，中指开了不算，中指开了不算，中指一定要密闭，中指一定要密闭。你中指不能开，食指不能开，你只能开这个。来，这个合起来啊，你根本开不了啊，开不了啦。好，为什么要讲这个？注意听啊，为什么要讲这个？来，第一，注意听，大拇指代表父母，你长大要离开父母而去，你中指打开不算啊。来，食指代表兄弟姐妹，数大要分支，分低分勒。中指代表自己，无名指代表配偶，小指代表小孩，小孩小孩讲久变小人，小人说带给违戒说法，小人有效吗？没有好啊，所以那个是商业行为。好，请问一下，定位戒指在哪一只手指头？来来来，各位把手，你注意看，注意看，把你手借给我，来，不要动回来。注意看哦，中指代表他，无名指代表他未来的老公。我现在不要跟他定论是套他还是套我自己。当然是套他喽，谢谢。所以谢谢，所以订婚戒指戴男生左手的中指，女生右手的中指，结婚才戴无名指啦。订婚戴中指啦，结婚才戴无名指。我不是专业媒人公，我只是当了很多当了媒人，那我介绍了很多这样的人哈。所以要跟各位讲，订婚戴中指，结婚才戴无名指。那么为什么讲这个？来，请各位把手伸出来。不要出力哈，迈出来，主人撑点，然后请把手伸出来，好，请把手伸出来，不要出力哦，迈出来了哈，迈出来，不要出力啊 ，OK， 好 ，OK， 把手放下，不然秘密会让人家发现。我刚刚说小指代表谁？有人手一伸出来，小指特别开，这代表讲白痴，哎，拜你干，我没跟你管，我没跟你管，不要逼他，不要打他，这是真的，这是真的哈，这叫做有形就有相。有形就有相，什么叫做有形就有相？来，请各位把右手借给我来，右手借给我，右手借给我，看着我啊，看着我，来，请看着我，等一下再看手，来哈、哦，好来，看着我，来手摸脸颊，你看我就没摸脸颊，通通在摸额头，脸颊在这里啦，摸额头，摸去哪里？有没有发现这件事？视觉神经会影响脑神经，脑神经会影响行为惯性，所以这个叫做有形就有相。所以你手一伸出来，小指特别开，代表一件事：你这样不会跟你躲，一定会离开你，不然就到外面去居住。你看你手来陪你往靠你往，所以你这样不会跟你躲。我来讲啊，来挂了吧。还有一种人手一伸出来，食指跟小指是开的，这代表一件事：跟兄弟之间、跟儿女之间比较没往来。这个。中指代表谁？无名指代表谁？在阿拉伯跟他连皮连到底，老公到哪里，老婆跟到哪里？还有一种人，手一伸出来，五只都是开的，五只都是开的。这种人叫独立自主，不愿意管人家，不愿意被人家管。公开拍他就狗闹拍到底了。有一种人很聪明，老师我知道，下次如果我跟我老公吵架，老师你看这样不晓得会不会离婚了。这样跟我没关系哈，所以这样代表感情不好，容易婚姻不好。所以你如果跟朋友在一起，你会发现如果这样代表他单亲或者婚姻有问题，不要问太多了。这个也是人际关系，这样各位了解吗？那么为什么要讲这个？是要让你了解，你的手一伸出来，小指就这样，所以不要去逼你家的小孩，他不会接你事业，也不会跟你住，不要逼他。虽然大家都嘴巴念说不要跟他，最好不要跟你住在一起，但是多多少少还有那种成分需要跟你住在一起，对不对？所以如果看你自己的手，就是这个最主要是这样。为什么呢？这个是要告诉你一件事情：家庭经营要了解小朋友，必须先把家庭经营好。所以家庭是需要经营的。
前这个意思要是要告诉你们，阿妈婆感情爱处理而好，阿妈婆感情也无好，你有发觉什么感情？你那拢无乖，阿婆是叛逆。所以我们说夫妻，你看为什么打不开？这个叫做如胶似漆。告诉你，根据医学报道，这是同一条神经。所以来跟着我念来，一个大声，一个爱叫惊。唔好一个大声，一个惊。人讲稳其心在，急其肝呐。所以夫妻要学习龙虾精神。什么叫龙虾精神？知道没？一个装龙，一个装虾，这样知道吗？这样就没事。来跟着我念，这样的话夫妻就不会吵架了。男人装傻，女人变贤惠。男人装傻，女人变贤惠。女人装傻，男人什么都会。女人装傻，男人什么都会。同意吧？如果你不相信，回去你老公告诉你。老婆你好棒哦，饭煮得这么好吃，地扫得这么干净，家里弄得这么好，你看弄啊，这种戏。赶快来得力，你赶紧来帮老公要，帮电灯会修水，赶快修热水帮忙倒。你老公多少也做一件两件，我怎么力要存很低，哪两只知道吗？一只嘴跟一只遥控器，有没有？可是要抢出孙的，所以家庭关系搞得好，你自然就会发现。我们的教育就会做得好，所以我调查一件事：你在家里面，如果你的另外一半在的时候，你会跟他拥抱的。来给这些人掌声。只有三个。再调查一下，你曾经跟你公公或婆婆、跟岳父岳母拥抱的情侣中，来给他们掌声，三位。来来来，请问你跟公公还是婆婆？婆婆，公公不在。那请问你跟公公还是婆婆？婆婆。婆婆，你们跟公公还是婆婆？公公。公公婆婆啊。我跟你讲一件事，下次要跟公公拥抱，还请问你婆婆，我再用炸块儿吧。所以，在家里面尝试看看，跟你的爸爸妈妈、岳父岳母、公公婆婆拥抱，你会发现不一样。我这个面无盖无款。我儿子他同学说我像坏人，我老婆他同学同事说我像流氓，你们觉得像吗？流氓！哇，新疆的人怎么这么好使？我面无盖好看啊，所以啊，看风片嘛无盖好看。那么我小朋友不太喜欢读书，等一下我告诉你如何让他从最后一名变成全班第一。等一下让你们看，而且一定有成绩，但我不会随便乱说的啊。好，我要讲的是说，是爱不是爱，爱他不要害他。我知道台北是有三所学校请阿姨打扫厕所，他告诉小朋友说你只要给我用功读书就好，结果这些小朋友将来变成生活害死他、啊、后来赶快取消掉、啊、这是真的，这不是我说的，这是真的啦。所以你看一件事情，爱他真的不要害他。你看这个人39岁双料博士，结果呢什么除了读书什么都不会，白痴一个，然后多次被炒，精神分裂，流落街头，还是留美双料博士，有用吗？有用。所以不要教你的小朋友只要会读书，你跟他去读书，我这感情莫讲，那感情莫讲哈。所以家庭是孩子的第一所学校，这很重要一件事情。父母的想要不是小孩的需要。这个人他读哈佛毕业，打电话给爸爸妈妈说，请你来参加我的毕业典礼，很开心。爸爸妈妈坐着飞机要到美国。飞机一落地的时候，他女儿从12楼就这样啪啪跳下来死了。为什么？留了一张遗书，留了一张遗书。他说：“我不要再为你们而苦，我要活出自己。”所以就从12楼跳下来挂掉。不用了。再送你们一句话：不要高了分数失了亲情。真的不要高了分数失了亲情。有时候为了分数，为了分数，你会发现一件事哈，亲情就不见了。有话高口不善爱拎饼，说话拎饼，你也在掌声了吗？回馈一下你的掌声，我先发，我先我给你打个点名仔，过多少天，我先发下下给我们探金嘴新单片，我先发下你嘴，我给你打个探金嘴，我先发下你单，我给你打个点点，你的掌声，来，我先发下这个办法，啊，这个行不？有心为人讲话，要讲些四句话给你听。新郎缘投有才情，新娘美丽受欢迎，样组织一个小家庭，是一个鼎盛贵国台面，是一个查某鼎盛贵林志玲，让你大家当个现金存款加20,000,000，回到欢迎欢笑继续拍好你。还有什么？我赶紧开门，人家直接夫妻团队啊，所以不要高了分数失了亲情，这是很可悲的事情。为什么这样子？你会发现一件事，这是从原生家庭开始影响，
什么叫原生家庭？我来调查一下，你曾经带过家里的小朋友，尤其是教育小朋友说，吃饭八分饱，留下两分助人最好吗？你会发现哦，小朋友无形当中就会变成贪小无理。你别跟我讲哦，人技术别跟我讲，一块都十个人，对不对？啊，叫个边啊，我快点叫个边啊，坐一个欧巴桑，然后呢，欧巴桑呢，包起零后来我们家，叫个出四道菜，四道菜，你知道吗？这个妈妈就要继续吃，结果儿子说，妈妈，我吃饱了，我要回去看电视，回去玩电脑，妈妈我回家，你知道妈妈怎么说？妈会使走，妈妈包起零后来吃啊，够稳，你会使走？那边啊人听到拍死哦，你知道为什么？你敢知？因为包六千的，你才走。那动辄把600块来商业，所以发现了很多时候都是因为家庭的因素，所以原生家庭影响很大，所以你必须要改变这个原生家庭。所以原生家庭如果不影响，就像试吃一样，有没有？有没有经过试吃？你看有一群人就奇怪，不缴钱就这样一直吃，一直吃，有没有？很多哎、欸，尤其是大陆啊，大陆仔你有发现？啊，哪个啊？什么叫426？他们都听懂了，不要在那426，他们很聪明。什么是426？知道？很有容易啊，跟我没讲，跟他没关系。OK， 好，原生家庭影响有多大？有一次，我们的校长到北欧去玩，然后呢，看到这个两个这么可爱、这么漂亮的小女生，请问你们会怎么称赞她？很可爱嘛，对不对？来，再来呢，很漂亮嘛，对不对 ？You are very beautiful. You are very pretty. 结果你怎样了？漂亮。因老母对房间照台，咚照台，每当那地方就没水。你的导游，请问他为什么骂？他说：“我们国家从来不称赞小朋友的外在，你称赞他的外在，你扭曲了他的价值观，你要跟他道歉。我们只会告诉他地扫得很干净，只会告诉他盆洗得很干净，只会告诉他草割得很好。你扭曲了他的价值观，有没有道理？有哎，所以只好安于说理。你会发现，我们从小到大都是外貌协会，有没有发现？真的是外貌协会。”外貌协会最好的形容词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一个长得很抱歉的女生没有自信。你从后面看她，不管身材多么好，从后面看想犯罪，但是你从前面看她想撤退。你觉得这样像不像是？所以这就是怎么样一个外貌协会的表征。所以必须要改变，真的是要改变哈。所以夸赞小孩要夸具体，不夸全部。什么叫具体？你要告诉他碗洗得很好。你要告诉他什么？衣服洗得很干净。你不要告诉他你好棒哦，好棒，太笼统。所以从今天开始要针对事件，这样了解吗？要针对事件，包括你的阿娜达，包括你的朋友，都要针对事件。人都喜欢听好听的话，真的人都喜欢听好听的话哦。不要这个东西是这样，花努力不花聪明，花努力不花聪明。所以改变我们的语言之后，你会发现家里面很和谐，家里面和谐就会不一样。我跟我老婆结婚28年，我从来没骂过她，你们相信吗？因为我根本没有老婆，所以不会骂。不是我没老婆，而是我从来没把她当老婆看，我把她当女儿看。这我听你笑的，我老婆已经没，所以你可以打电话给我老婆，我老婆在卫生所上班。你打电话给她，你问她说：“老婆，我没练过，她真的没有。”这个我可以跟你打包票，真的没有。所以为什么是这样？因为我看懂很多事，所以我不太会念她。我问在座所有的男士们，你希望你老婆成为皇后，帮她拱成皇后的请举手。没有。好，你希望你老婆成为那个很会做事的，又好像丫鬟的那种管家婆的请举手。也没有。好，不敢举手的请举手。也没有。啊，就龙姐，你今晚手掌给打。我告诉你一件事，如果你把你老婆拱成皇后，你会变皇帝。如果你老婆把她当成丫鬟，你会变太监。所以不是传统爱烧的哦，不是传统爱烧，真正是来，不是过其他讲钱、抓大饼、换的。所以如果你把家庭搞好之后，你就会发现，你对小朋友都会看，都会看，小朋友会学习。其实以身作则、身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，所以开始要改变一下。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心理学的东西。如果你的小孩平常喜欢做一件事情，谴责别人，代表你平常对他批评过多。你告诉他说：“哈哟，你那跟我打几个做给后，有没有似曾相识？你讲过这样的话？如果你常常讲这样的话，你会发现小朋友很喜欢批评别人。第二
第二个，如果你的孩子喜欢抱怨，是因为你总是挑剔他，你告诉他说啊，少点偷咖喱嘛，少点饿。注意看这些语言的背后哦，这些语言的背后，你会发现会严重影响到小孩的人格。再来，你的孩子喜欢对抗，是因为你对他平常有敌意，你告诉他，叫你去读书，你就去读书；叫你去困，就去困，对。我刚刚说的，你的想不是他的要，这些话的语言背后，再慎重的看一下。如果你的孩子不够善良，是因为你缺少一个同情的心。你老是告诉他说，管他的，不关我们的事。你看你的小朋友就会怎么样？煮书。这些语言注意看哈，都会影响到小孩。第五个，如果你的孩子胆小羞怯，是因为你跟他讲一件事，你刚才说什么？我口袋这干的你也不要，我一定是口袋哦。你讲的我这干的你也不要，是的。所以你会发现哈，我们所有的语言都会影响到小孩。所以你必须要把你语言开始做重新整理。如果你不重新整理的语言，你会发现哦，慢慢慢慢，你的小孩就会跟这样一样。来，另外第二个，如果你的小孩不跟你说心里的话，捉弄你的语言，你老师跟你换就这样，代表一件事，你敢讲吗？你敢讲啥？讲啥？你这样被我说中了吧？我炸了，你讲你的关系，有没有常常这样说？你看我讲你的关系，我跟你讲这样关系哦，注意听。越负面的人越料事如神，被我猜中了吧？你看了就不相信，我早就说你不相信，叫欧阿楚。所以从今天开始要怎么样？心想什么？以后绝对不要心想事成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中国人有一个坏习惯，想坏的特别准，想好的不会准。你给我串丁啊！从今天开始要改变，你发现过去在读书，我说等一下请一个同学上来报告，你就会发现大家开始低头。不要学，我这么学，那我怎么发现？这个叫做勉励。所以以后不要心想事成，加一个字，心想好事成。想好的准哦，想坏的不准。我每次到台北市去讲课，我还没出门之前，我会先做一个动作，把表情做出来，把画面做出来。等一下戏我一定会有停车位，刚刚好停下去，很舒服。我告诉你，95%都有车位，不要跟我抢啊！这是真的，这叫什么勉励？你们有没有一种经验？朋友打给你，我才刚想要打给你，你就打过来，有没有这样经验？有。这个叫勉励。好，所以勉励是可以改变的，所以要改变一下。再来，如果你的孩子不辨是非，是因为你跟他缺少一个思考的自主的机会，你告诉他一件事情，你说照做就对了。你在狼无音，这句话不要说了，这句话不要说啊。再来，如果你孩子自卑，是因为你对他总是失望，然后失去耐心，你告诉他一件事情，哎呀，你没耐心，就你这种病。我告诉你，有人这么说啦，我才不相信没有，有啦。过来。如果你的孩子嫉妒怕受伤害，是因为你没给他家庭的宽容跟温暖。你告诉他一件事情，你说错了就该罚，没得商量。要不然就带他去警察局，要到警察叔叔来抓他。啊，这些话很多。飞哥，你看，如果你的孩子不喜欢自己，是因为你缺少接纳他。你告诉他一件事情，我不喜欢一个这么不上进的小孩。看，语言的背后，所以这些都是我们要很小心的。一句话能够改变一生，你能相信吗？我告诉你一句话绝对改变你一生，如果你不相信，试试看，我讲给你听。我们离婚吧，会不会改变一生？一定改变的，一定改变一生。好，第十一个，如果你的孩子不够努力，是因为被他要求什么做不到，你告诉他一定要给我考上台大，那可怜，不是每个人都是这样的。如果你的孩子自私，是因为对他太溺爱，你告诉他一件事情，喜欢妈妈买给你，虽然他是一个广告词。再来，如果你的孩子不懂得父母的苦心，是因为教他没有理解别人，你告诉他一件事情，只要把书读好就好，结果变成生活白痴，一辈子就只会读书，什么都不会。如果你的孩子喜欢退缩逃避，是因为他遭受到轻视跟打击，你告诉他一件事情，你那也做主路。再来，如果你的孩子懒惰依赖，所以替他做太多的决定，你告诉他一件事情，我帮你处理，我帮你处理。小朋友打架的，我帮你处理。他做不好的，我帮你处理。只要读书就好。久而久之，你看这一点背后都会成为这样。最后五个，来，最后五个。第一个，如果你被孩子控制了，你说不
给我玩具，我就不读书。你告诉他一件事情啊，就是这样。你看，都帮我买玩具，我就不读书。如果你孩子喜欢撒谎骗人，是因为你不够宽容，你很喜欢惩罚他。你这样子再犯吃，我就羞辱你。结果你有病啊，你我就讲白菜，因为偷吃，惊你知，所以就发现他就变这样。如果你孩子呢，喜欢冷漠攻击别人，是因为你跟人员人语太多，你讽刺他，你告诉他假用功，你看你欺男就改。没有这么严重，但是至少你有相同的语汇啊。如果你孩子有暴力行为，是因为你对他用暴力来处理你孩子，你告诉他反正没做好就是打。如果你的孩子意志不够坚强，怕困难，你告诉他一件事情啊，危险不要去，那个很危险不要玩，那个很危险不要玩。我告诉你，都没给他尝试的机会。你给孩子讲，哎，那个很烫，不要去摸。你知道他干嘛会去摸？会去摸？你有他看到疼之类的摸啊。所以很多时候你要让他去尝试，你没有让他尝试，你会发现他没有这样的一个什么经验值。所以从今天开始，这些语言尽量少说，我建议也不要说，我建议也不要说，包括你的家人。你知道这种东西有一本书叫《生命的答案》，谁知道？有看过的举手。含水分子，含水分子。OK， 有一段影片叫《此生不可不看的影片》，由江本胜博士所写的。有看到那段影片的举手。含水分子哦，好，差不多哈。人的身体有多少水分？70。水分子听得懂哦，看得懂，意念它都会改变哦。所以你所说的每一句话更是重要，会影响到他。巴菲特不是巴菲特，比尔盖茨他的女儿两岁的时候，比尔盖茨在他出生，他懂语言的时候，他每次都告诉他女儿说：“我要出去接受挑战。”然后就这样，每次他出门，我要出去接受挑战。有一天，记者要访问比尔盖茨，然后刚好他女儿跑过来，哎，大家看到女儿这么可爱，就问他：“你要做什么？”“我要出去接受挑战。”你有没有发现，他女儿变成怎么样？以后会怎么样？抗压性很高，不怕困难。科学家做了一个30年的研究，他告诉一个小朋友，3岁的小朋友说。小女生，你是当时那家医院出生检查出来脑波最聪明的，然后我们假设是台湾的人，你将来会读哈佛，你会从建中、台大、哈佛毕业，果然研究了30年，果然哈佛毕业，也就是告诉你一件事情，这个叫魔咒，所以胎教有没有效？一定有效，所以证明一件事情，所以从今天开始要多说好话。话说的多不如说的好，说的好不如说的少。那么纪晓岚很聪明，但是受了奸臣所害，皇帝要杀他。那么这个皇帝呢，又不忍心杀他，就这样子、啊，小兰这样好了啦。你只要讲得出一个字的笑话让我笑，我就不杀你。来，有没有人要挑战一下？那个字如果讲得出来，送我的书来，一个字的笑话。我的书可以读话，但你不要想这个事情，刚开始可以读话，你说。哎，答了，你有听过课的、啊？没有，来给他掌声一下，没错哈。哎，等一下，等我看书哈。哎，各位知不知道为什么要说屁吗？因为放也有你，不放也有你啊。所以你看皇帝就笑了，皇帝就笑了啊。所以聪明要讲对，对的时机要讲对的话啊。所以话很重要。所以再问各位一件事，不要输在起跑点，你们认为对是还是错的？我会安尼问，你就知影这是唔对的嘛？人道唔是好行，咱无法度请家教，没办法请很多人来帮他一对一的教学，所以不要输在起跑点，哪有那件事情？为什么要讲这个？你要告诉你家的小孩，让他觉得永远都还有机会，这是错的。为什么？这是一张很有名的图片。他说：“为了公平起见，每一位就要接受相同的测试，爬上这棵树。请问大象可能吗？请问鲸鱼可能吗？所以根本没有起点行为一样的东西，让各位了解吗？既然没有起点行为一样，那就代表所有的小孩都有救，听得懂吗？所有小孩都有救。所以我告诉我家的小朋友说，到底这是真平等还是假平等？你看一下，三个都给他一个一样的箱子，这个这么矮，怎么看得到？”所以给这个两个箱子，那不是三个都看得到吗？所以要叫做因材施教嘛。这句话送给你们，叫做赢在终点比起跑点更重要。我让我家的小朋友了解一件事，永远都来得及。
现在人家不会问你小学考几分，人家不会问你小学考第几名，只会问你现在在做什么，有没有发现？既然是这样，你何必在意这些？所以要让你的家的小朋友了解这件事，赢在终点比起跑点更重要。赢在终点真的比起跑点更重要。所以让他知道，永远都还来得及，永远都要来得及。那么现在的小朋友很叛逆，无法接受这些挫折，你会发现动不动就自杀，动不动就顽劣，动不动就吵架。我们来看一段哦，我们共和宫美行测，我们用眼的吧，眼睛看看到底什么叫数值文化，叫做不知不觉的重复行为，什么叫乐音效应？我们来看一段这段影片之后，再跟各位分享看一下。还是你要不要直接打电话给你家人？没有这样用，我会觉得这样会很困难。没有这样，试试看，试试看，打打看，打打看。我试试看。那等我一下哦。可以的。爸爸，哎，喂，爸。这样算吗？算吗？如果他是应征的，一家公司应征你算吗？你会发现一件事，女儿还没说半句话，爸爸就说你跟那摆在灯在提钱的，我今晚无欢喜好跟你讲，你会发现。所以代表我们常常用你的想来判断你家的小孩，这个叫乐音效应，又叫惯性。那么人因为有惯性，所以常常会做重复的行为。那么你无法用相同的你得到不同的未来。再讲一次，你无法用相同的你得到不同的未来。有没有发现，如果维持现在你的个性，维持现在你的相处模式，永远都只是这样。所以从今天开始要改变，真的要改变啊！所以你看父亲这样子，女儿这样，那么惯性何为惯性？我们来做一个小小的实验，跟着我念十次老鼠，要越念越快。我来开始，请念老鼠，快一点，再来，老鼠，再念，快点。好，请问猫怕什么？老鼠怕猫。有没有发现这个叫什么？惯性。注意听哦，我说。我现在要骗你们了，你们依然会被我骗，相信吗？试试看好吧。木兰花跟着念十次，一定要越念越快，好吧？来，木兰花开始，请念。木兰花，再快点。好，请问投笔从戎是谁？什么时候改的？我又没有说代替从军，我说投笔从戎，哎，班超啦，花木兰。有没有发现这件事？我题目刚讲出来，就有人马上知道，等一下一定是花木兰。这里要用你的想去判断那个事，所以从今天开始要改变，来跟着我念一段话来。我娘那一代，我娘呢，带一世人跳多歹。我娘那代，移民被掳在历赛，爱带我，来哦。再跟着我念一段话来，有小便才有大便。
不要想着尿尿啊，小小的变化才会有大大的变化。所以真的是生命教育从改变开始，有小变才会有大变。而你纤维的改变，你就会改变。请问改变容易吗？江山易改，但是他只说难以，并没有说不能，对不对？改变确实不容易。我们来玩个小游戏，两个两个一组猜拳，猜你们当 A， 猜输的当 B 来开始猜拳，自己找自己找，两个两个一组，猜拳猜拳，好，猜赢的请举手，猜赢的请举手，谢谢，猜输的请举手，好，猜输的请跟着我坐来。来，两只手往前伸，伸完之后两只手背对一下，背对之后猜输的猜输的，然后两只手把它扣起来。好，现在请猜赢的人跟他做乌龟翘，告诉他哪一只手翘起来，不要碰到他的手哦，看看他有没有很厉害。你说这样，请翘，就这只，这只。好，来试试看，来，请帮你的左右邻居坐一下来，叫他翘一下来。然后你叫他翘，再翘，不翘。来，容易吗？来，请换手，换赢的人做这样的动作，换输的跟他做五个翘，看谁比较厉害。不要碰到他的手，不要碰到他的手，你碰到他就会翘起来。你在敢动，你在敢换，对不对？好，调查一下有没有全部都可以弄个对的，有吗？有没有？好，来，站到这里。各位有没有发现一件事？注意看哦，有没有发现一件事？连你自己的手你都控制不了，请问你怎么管小孩？怎么控制小孩？有没有发现这件事？你自己的手就没办法了，你还要管孩子？怎么办？来对看，两只手往前伸，所有的人都来，反过来，扣起来，转一下，你会发现比较容易控制，有没有发现？所以这个叫做什么？转个弯，心更宽。所以必须要改变，从现在开始你要改变模式，改变对小孩的模式，改变对家人的相处模式，一改变之后就改变，所以就是要改变。所以改变是一件不容易的事，但改变我们都很相信知道它是不容易的，所以我证明给各位看，改变是有效的。请问一的十次方等于多少？那么请问一点一的十次方等于多少？请问一点一的十次方等于多少？二点多少？我发现一件事，年纪蛮高，赶快说完吧，我改了。等于2.61啦。0.9的十次方等于多少？等于0.35。各位，我发现一件事，每天改变一点点，每天学一句话，每天懂一点点，无形当中成长了2.6倍。每天不学习，每天退步；每天不学习，每天退步，变成0.3，这一来一往差几倍？8倍。那么一年呢？10年呢？所以你会发现你的全景多可爱，每一个东西吸收一点点，吸收一点点，就会发现无形当中的成长是很吓人，是很吓人。所以每天一小遍，以后就变一大遍。不要那么敏感，好不好？真的是这样，所以改变其实从一点点来。最后我要请各位来练一遍，来请练一下这一句话，来请练。所以要不要改变？要。您够没有？这个请大家练一遍，来请练。改变从不习惯开始。来。改掉从不愿意开始，来，改到由从现在开始。全部就是要改，所以你若不改变，你无法用相同的你得到更好的未来。如果你不改变，会成为什么？你知道吗？我等一下讲给你听。你若不改吼，不是人讲的牛扛到北京，嘛是无，不是安尼哦。
不是安尼，我讲你听哦，有一次咱要去佚佗，去动物园，结果呢，我未来教育小朋友，就喂动物园的猴子吃东西，然后这个大只的猴子呢都吃到，小只的猴子都吃不到，结果小只的猴子就怎么样，跑很远，我们就这样子用恻隐之心呢，一丢丢到哪里，丢到沙子。结果这个滚到水里面，小猴子呢就去水里面把它捡起来吃，发现一件事更甜，又没沙子，更好吃。他就告诉所有的猴子说，以后东西如果掉到沙子，拿到水里面去洗一洗，更甜更好吃。所有的猴子都照做，只有五只不愿意。他说，我过的桥比你走的路还多，我吃的盐比你吃的米还多，这个叫依劳。形容人要很难沟通，形容猴子叫什么你们知道吗？叫抗拒改变的西老高。对，你们老公那边用到被西老高来招你带来，西老高想你来，所以如果你不改变，你必须加救生。要不要改变？要改变是假，我跟你讲。所以从今天开始要不要改变？我跟你讲，说要做，说要做，真的是要改变一下。如果你不做，有一种人很奇怪，《本草纲目》有记载，有一种病没药医，哪一种病没药医？不是叫做北狼无有医了。北狼人真多，我跟你讲，我讲无嘞。我一个朋友，有隔壁住一个囡仔，这个人呢20几岁，结果呢，大家拢共讲酒场，讲什么排位，结果呢，这个李定讲要娶我，娶新妇啦。伊讲准备放天后伊，就惊我袂讲话，唔放天后伊呢，讲隔壁。我再就跟他讲说，哥好，我跟你讲哦，我请你吃饭可以哦，但是你给我请一句话都不能说，我才请你，好不好？好，我来请他请客，结果他也没说话，一句话都没说。最后要走的都回来讲哦，你当西南高不管的哟，这北大的，北大的，所以白目怎么样？没有医，无钙的变啥？你若无钙，必须都是吃西南高啊！你若无钙，变北吗？所以要发现就是白目没有医，所以要发现有这种没有医的，那怎么办？当你碰到没药医的人怎么办？请问，来问你一件事情：一个男的跟一个女的相处在一起，一个男的跟一个女的相处在一起，爱在一起，这个男的话输掉，骗人归业，得小，都爱你，爱话掉，爱去找查某，然后呢，四界话他骗人归几十万，几百万，卖讲几十万啦，归业的啦。请问这样的男人，你还愿意跟他生活在一起的比如说没有？好。换个角度，如果这是个女孩子被火烧烫伤，手也断，脚也断，都爱你恐害一世人，爱甲垃圾垃圾，你是男生，你还愿意跟她在一起的是不是？我不管，为什么？来，换个角度注意听哦。那是这是你囝，怎么囝？你不愿意跟她在一起，有没有发现这件事？我刚刚从头到尾都没有说她是谁，我只告诉你一个男的跟一个女的相爱在一起。你们都会设定成那是另外一半哦。有没有发现这件事？我们都有用我们自己的以为在判断事情，都用你的狭隘的眼光在看待事情。你会看，都用怎么样把它角色定位？有没有发现？有没有发现？所以，当他如果是你的小孩，我跟你讲，不离不弃，真的不离不弃。所以，从今天开始，即使白鹿，即使是西老高，也要救他，也要救他。所以要怎么救白鹿还是要救？怎么救？有一次有一个案例是这样，中国大陆有个小女生18岁，交了一个小男朋友，结果成绩呢一直掉，她妈妈担心，那天妈妈身体不好，请假回家，刚好邮差来收到成绩单，啪，全部是红字，满江红。妈妈身体本来就不好，很伤心啊，结果呢？那女儿下课回来，就告诉你的女儿啊，你怎么给我考这种成绩啊？你对得起你死前的爸爸吗？你对得起妈妈吗？那女儿说什么话？人家就不小心，你知道你不小心考这样的成绩，然后爸爸妈妈要是不小心，那个爸，然后老板工资800块是不给我的，你知道吗？中国女生很强悍，越来就越大声，最后这个女生既然门一关，啪，干嘛？离家。妈妈很伤心啊，花东的所有邻居找了3天2夜啊，都没有找到。
最后妈妈病倒了。这个小女生出去的三天，身上的钱也花完了，吓得毛毛又冷，够啊！来到一家面摊的前面，看到这个面肚子好饿，就一直看着。老板看懂了，说小女生，他说赶快，是不是跟家？小女生二话不说就把面接起来吃，吃完之后，她做了一个动作，哭哭跪下来，跟老板谢谢了。你是一个大善人，你是个大好人，你比我妈妈好上几万倍，你真的是一个大好人。然后老板听到他讲这些话，他就把他手中的碗拿起来往地上一砸，咔！凭你这句话，我就不应该把这碗面给你吃。你妈妈煮饭给你吃，你有感谢吗？你妈妈赚钱给你读书，你有感谢吗？你妈妈帮你洗衣服，你有感谢吗？你妈妈帮你做了那么多事，你有感谢吗？我只不过给你一碗面，你给我磕头，对得起你妈妈。小女生听懂了，赶快跑回家去。看到妈妈病倒了，说妈妈我错了。从此之后，好好读书，好好的孝顺。我们说，这个老板除了有悲悯之心之外，还有什么？慈悲。所以一句话真的可以改变一个人。所以有时候我们再想一想，其实不见得一定要说什么大道理，你有一句话够了就够了，够了就够了。在美国发生一个抢案，这个抢案是这样：抢匪挟持一个五岁的小朋友，而这个五岁小朋友被枪抵住，抓晒抓流啊！惊恐的哭啊！结果呢，来了一个谈判专家，30岁，抢匪要求10万美金跟一台车，最后谈判破裂，抢匪准备开枪把这个小朋友打死，结果狙击手在抢匪之前，子弹贯穿抢匪的头，啪！问题来了，这一枪打下去之后，那个脑浆全部喷到小朋友的脸上、身上，请问这个小朋友将来会怎样？这个时候谈判专家来了，把小朋友抱起来，所有的记者就把麦克风对准谈判专家，谈判专家说了一句话，演习结束，小朋友你演得非常好，请妈妈带回去，不就把他带回去。最可贵是什么知道吗？隔天报纸一个字都没了。在台湾可能吗？经过了30年，他妈妈告诉他说，儿子，当时那件抢案是真的，你要不去找那个谈判专家感谢他。他花了2年的时间找到那个谈判专家，他说你当时为什么告诉我演习结束，而不是告诉我没事？他说我要是告诉你没事，你一辈子可能阴影，你一辈子都没办法从再站起来，你将来可能变成大坏蛋，从受害者变成加害者。我心里面突然灵光一现，告诉你演习结束，所以他感谢了他。所以你会发现一句话可以改变很多人。我当过官问，辅导很多私问家暴诈骗集团，从那个什么烟毒犯，其中有一个人叫做老师，我实在是很痛，我老婆家里面很有钱，温刀上下家贫穷，结果呢，我妈妈80岁，糖尿病到最后很严重，眼睛失明，然后呢，他就跟他讲说，一笔稀稀也不够，你莫改答辩都一稀稀也不够，你的假药币大概贵到丢死要死。我告诉你，明天我有客人来，你不准给我放在餐厅吃饭，下戏下酒，吃完饭我会请你孙子把饭拿给你吃。请问妈妈吃得下吗？吃不下。怎么办？他说你爱老婆吗？爱。怎么办？有没有小孩？有，7岁。7岁，再来吧。所以一个伤害推演，这个伤害推演。好，昨天他老婆要煮菜，他老婆不准他婆婆上菜桌。他要上最后一道菜的时候，他看到婆婆坐在菜桌，骂他婆婆：“我不是告诉你，假料店那个鬼多店谁要打扫？不是叫你在房间吃吗？谁叫你煮的？你给我进去！”妈妈很伤心啊，对不起了。起来不小心又把那个碗本来快破掉的碗，就把一勺下去破掉啊，死了。你知道他媳妇怎么样？你知道吗？中风、中骂、中呛。什么叫中风、中骂、中呛？对吧？3字经、5字经、祖宗8代全部请光光。婆婆瘫在那边，哭了，哭就算了。旁边有一个人从房间走出来，跟7岁小朋友走出来，指责阿妈：“阿妈，阿妈，你怎么这么不应该？你怎么可以把这个碗打破？你知道这个碗将来是要养我老母的，你敢在？”
妈妈在背后听到，从此改观。演一个戏，其实都可以改变一个人。很多时候你讲大道理没有用，你会发现一个触动，一句话会改变很多事情。所以为什么要有心理智商师，而为什么要 license？ 送你一句话，这是行政院次长黄伟有所说的，叫做善意而非专业的辅导只会造成当事人第二次的伤害。再讲一次哦，善意而非专业的辅导只会造成当事人第二次的伤害。如果你不是专业的辅导，你告诉他啊没事啦，那时间就会过了，你不是他，没办法解决。我讲个案例，一个小女生忧郁症，她的妈妈要求她少一分打一下，少一分打一下，逼到这个小女生忧郁症。有一天她看到隔壁的小明多用功了两个小时，成绩都是满分，她就告诉她女儿，你看，人家多用两个小时，成绩就可以满分，你只差了一点点，你也可以多用两个小时就可以满分，人家可以，你也可以。请问她这样说有错吗？是激励耶。你知道吗？一个忧郁症的小朋友怎么回答？我糟糕，我去死了！你会发现，一个忧郁症的人，你用同样的语言对待他，他的结果答案是不一样。所以要交给专业，要交给专业。学校之所以设为辅导处、辅导老师、辅导主任，是因为他们受过专业。为什么我们要去当官？为什么我们要受过48小时的专业训练？原因就是要了解，你要如何懂，懂了之后你才有办法去辅导。尤其像我是命理老师，我基本上我的一句话会改变他更多。我有时候叫做善意的挽回，你必须要这么做，他才愿意改变。我碰过这样的案例，高中生的，我儿子他学校对面，跟他妈妈要85000买汽车，他妈妈告诉他你还没满18岁，没有驾照，为什么要买汽车？你知道吗？他把爸爸妈妈叫下来，你能来他这一方，你两个哥坐下来，你们两个出去给车撞死好了。你们将来死钱还不是我的吗？你现在花的是我的钱呢。妈妈多伤心啊！妈妈很伤心、啊。所以我常常告诉人家一句话，我说你们哦，要聪明一点，告诉你们家的小孩，老爸都在为遗产拼命，你不用为了你的财产拼命啊。我讲这个道理，你老爸都在为了遗产在拼命，你不用为了你的财产加一点油吗？跑来问我怎么办？把他带来我公司。我辅导了半年，来改变了他，来改变了小朋友，是不能辅导。所以我要跟各位分享的是，很多时候你看现在小朋友看你为什么要前面开始给人看那些照片，这是因为反映现在小朋友的状况。而且你们将来小孩所面临的更严峻的挑战，我调查一下，你有听过一带一路的主题吗？一带一路，大陆的一带一路，你听过的吗？听过。什么叫一带一路？所谓的一带就是沿海一带，中国大陆沿海一带。中国出钱准备在整个东南亚盖3条高铁，整个东协，注意听哦，整个东协10+6，没有台湾，整个亚投行没有台湾，全亚洲只有两个国家没有加入东协，一个叫台湾，一个叫北韩。那么中捷这3条高铁，一条是从哪里？泰国、仰光、缅甸。另外一条从越南胡志明市，然后呢倒回来金边、柬埔寨啊。另外一条印尼、马来西亚、新加坡，这3条高铁通了之后，整个所有的活络都在亚洲。那么这亚洲要跟美国相抗衡，所以这叫一带。什么叫一路？中国准备在泰国盖了一条运河，有100多公里的陆地，要把它凿成运河，跟巴拿马一样。当他这个运河一通的时候，马六甲创了一弹，新加坡紧张的要死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航道会少3天，少1200公里，而且中国在香港、在海南岛盖了深海港。当他这3条高铁一通了之后，又攻回来又通了之后，有没有发现一件事？所有的经济脉络都在亚洲，台湾没有在里面。所以你们将来小孩要学什么，知道吗？越南话、泰国话、马来西亚话，然后呢，缅甸话、印尼话，最好都要学，以后要出去当台劳，有没有可能？所以告诉你们家的小孩，以后最好赚的行业是什么？知道吗？投水啦、水电啦、房屋啦，无人要做的有惨，
会发现，就是这样。以后变成要学美国 DIY， 以后要变成美国 DIY。所以你要去了解整个亚洲局势的，这个叫一带一路啊，一带一路让大家做完之后已经动工，一带一路做完之后，都有人发现台湾在哪里。我为什么讲这个？是要让你们了解一件事，我们要更坚强，我们要找出一条云河，现在叫做云海，不可以在红海厮杀，南海已经退步了，退流行，现在必须要在云海。所以你们必须从这一代开始教育到下一代，下一代让他可以怎么样斩获荆棘。所以我整个亚洲在跑，我比较了解这件事情，比较了解这件事情，要是跟你做分享啊。所以很多时候我必须要了解东西。我们把智能谈完，剩下不多的时间，我们谈谈尽量谈谈，看能不能谈到多少。把字面讲来这些比较严重、严肃的话题，我来看一下。请问你第一眼看到鸭子的，请举手。你第一眼看到鸭子的，好，谢谢你。第一眼看到柱子的，请举手。你两个都看得到的，请举手。你到现在依然看不到兔子的，请举手。来，兔子是躺着，有没有发现？这是兔子的另外一只嘴巴，这是兔子的耳朵，这是兔子的脚。不管你是男生女生，第一眼看到鸭子，代表你雄性基因很强。你第一眼看到肚子，代表你雌性基因很强。你两个都看得到，代表你比较中性。你到现在依然看不到肚子，代表你很固执、过激的。所以你不要想看这个，这叫心象。所以一个人的心象可以改变一件事，一个人的心象可以改变很多。我们来调查一下，如果你要了解你小朋友，现在要谈吃面，我们来了解一下。请问十天前的中餐，想一下，想一下，十天前的中餐你吃什么？来想一下。来想一下，想一下，有没有人想得出来？你不要告诉我每天都吃一样。来，注意听，我不是要你们想吃什么。你会发现一件事，人在想事情，眼睛在哪里？在上面哦。会发现，所以当你在跟小朋友沟通，在你在跟朋友沟通，跟你另外一半沟通，当你眼睛是这样，代表一件事情在想事情，代表心不在眼，懂了吧？所以南宫溜溜啾啾。讲你把球看眼睛就会知道，而且注意看，下次看你的眼睛看哪里，瞳孔，瞳孔会看到这个人有没有说谎。所以人在想事情，眼睛在上，来看一下这个眼神，其实他都会说话。再看一下这个眼神，都会说话。给你们看一下，注意看哦，学习一下如何看的。请问一下这个表情，他是生气、紧张、期待还是伤心？他是紧张的，来看看这个表情，他是疲劳、生气、开心还是不耐烦？开心。他是开心的，没错。来再看一下这个，他是害怕、愤怒、伤心还是疑问？答对了啊，这个是悲伤啊，太快了。来，这个表情，伤心、生气、害怕、期待。害怕。害怕有期待，其实是期待的啊，这个是伤心，都给你看到。来。这个眼神，疲惫、紧张、愉快、悲哀。没错啊，紧张什么？来，这个表情，不耐烦、生气、愉快、惊讶。哇！来，再看一下这个表情啊、哦，期待、伤心、愉快、疑惑，哪一个？这个像疑惑吗？对啦，期待的东西奇怪哦。那这个惊喜、害怕、愉快、疑惑，这个是哪一个？惊喜啊！来，这个上面像什么？不耐烦、害怕、紧张、疑惑，哪一个？答对了哈、哦。那这个呢？惊喜、害怕、紧张、疑惑。惊喜。来，再看看这个，这个是什么？这个呢，不耐烦、憎恶、紧张、疑惑，憎恶啦。这个再猜错要打屁股了。这个是什么啦？不满、害怕、紧张、失落。所以哦，你看哦，从一个人的眼神里面关心到他做了哪些事，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发生什么语言。所以溜溜球球讲的立法就是说，看人家要看哪里。我建议不要看眼睛。我建议看三根，看三根啊，把那个焦聚焦在这边，才不会太锐利。像我这种锐利的哦，看人家眼睛，人家就怕。
这是一个，然后是这样吧。来，有没有听过马谡？马谡郭飞俄版兵米贵，兵米贵。马谡在三国时代统一四个阶段，三一兵虎将非常厉害。有一天打仗，马谡自动请命要去镇守街亭，那因为他叛逆郭飞俄版，郭飞俄版的人会怎样？你知道吗？如果你告诉他河边很危险，千万不要去，你等于告诉他河边很好玩，赶快去。所以马谡很叛逆，他就告诉马谡，你不可扎营在街亭哦，你扎营在街亭打败仗回来，如果散，但口说无凭，请你签下军令状。马谡签下军令状之后，签下军令状之后就带兵去镇守街亭。来到街亭，他看到一个小山丘，下令军队扎营在街亭，不顾人家反对，结果被偷袭又被灌水，所以失败回来，跑回来欧洲，最后杀不杀？杀。历史故事非常有名，叫做孔明挥泪斩马谡，原因就是因为马谡郭飞俄反。所以到伊朗那是兵力棍，如果你告诉他危险了，他就更要去玩，这样了解了哈。还有一件事。很重要，下去你注意看那个榜首，破画注意看哦，报纸注意看哦，那个榜首小朋友，不管北影、台大、建中啊、北影都一样，眼睛都很细长，眼睛越细长越聪明，越会读书。如果你家的小朋友眼睛这么大双眼皮，那只适合当公关。所以我常常告诉很多家长，优秀是教出来的。笨是遗传，对吗？所以恁囝啦，目睭遮大蕊，也读册，唔好共拍遐怪力，对个。这是真啊，所以爱看恁孙嘛，好，目睭有长长无？目睭愈长愈巧，目睭双眼皮就适合当公关，所以千万唔好目睭我感觉割双眼皮，不然跳跳变网红。从今天开始，也不要说去整形，把眼睛割长长的，有没有效？有效。整形一定有效，会骗。我刚刚不是说吗？一个长得很抱歉，他走路会这样，等他整完形，他会变这样。我很漂亮，我很漂亮。那这是今天啊，这么自我暗示。所以呢，注意看啊，就是这样。好，再来，优秀是教出来的，当然笨是遗传。那我们来看一段影片。没有伞的小孩才会努力的跑，没有小孩，没有伞的小孩才会努力的跑。你保护太阳，但是不会动。看一下。哇，声音不是。啊，这里听不懂，看文字啦，这是泰国文。
永远清楚牌制了，既然佢谈啲名义，你问题话为何那佢面前，佢哋应该点做呢？阿叔，我唔识话，你系通识科嘅三个专注判断队，边首片解我认识好？个人眼睛就靠住三个面部前面路走，三个就系 AS。所以吗？要教他钓鱼，不要钓鱼给他吃。没有伞的小孩才会努力的跑，你发现哈、哦？所以基本上要了解这个概念，包含你家的，包括都一样。所以为什么我们家的小孩可以从完全不会？我们家小孩看你小学哦，小学六年级就教了八个语言，那我们当然呢，你信不信呢？因为我老婆也是国小的班同学，所以不敢帮他。不读书，在厕所里面视角的时候被抓到。所以被叫去罚站，然后呢，你知道这个小朋友叛逆，我们家的小朋友小学六年级都在去酒店夜店，男人该去的地方都带他去，到最后他根本不想去，他觉得没什么，没有去过。那么在还没上国中，有人就放话要打他，三天就被打，就跑回来跟我讲打我被打，那天啊天啊，我就请了八个校外，他请了八个校外来一起打他，我请了那个少年被关起来，我发现一件事，我做错事，我给他撸来撸，好贵。不读书啊！我老婆就说话了，老公啊，你放出这么多人，结婚八年九年，检查没问题，生不出小孩，帮他生小孩，会不要误会，不是我跟他老婆怎么样的啊？说帮他重新择日安排，就生出小孩。你帮助人家企业快倒闭了，帮他扩大一点，你让人家考不上公职，让人家考上，你把他一定要注意一下，一定要注意，我老公谁相信？我就把儿子叫，儿子那边，老爸帮你用七分钝角帮你给我好好用功读书，那时候他的机测都考不上公立学校，都考不上公立学校。我说你干嘛用那个音？我说好，我也不知道有没有读书。如果放榜了，有没有考上？你知道吗？考上，成绩突然增加七十分。有一天我就问儿子，你怎么这么厉害？成绩突然增加七十分，你知道怎么回答吗？老爸，我真的厉害，怎么厉害？哇，丢哎，条龙丢，我猜的都对，很厉害。好事吗？当然不是好事，不小心考上数理自由班，不小心考上数理自由班，结果成绩都是这样倒数的，对不对？我们家叫做是倒数。老师把我叫去，我是家长会长，毁定了，你安排好好的，安怎？你囝玩家小怕，手机没收一台、第二台、第三台、第四台，抽烟的、喝酒的，大过小过不断，然后每个礼拜六、礼拜天都要爱校服务，你那可以怎么办？老师，我们有送教学，有半年的时间来梳理梳理，没事，半年早就下学期了，最多给你一个月，我说好，就一个月。我让他在一个月当中从最后名变成全班第一名，全班第一排名第十二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我请他加入了三百俱乐部。我有很多社团，有读书会，有其他东西。加入这三百俱乐部要20万，不小心让你看到了。你会花20万让你的小朋友从最后名变成全班第一名的举手？都不一定，你把工作钱大概都算上去。在我旁边。来试试看，一定有效。注意听哦，一定有效。来第一版，注意听，读100本好书。但是你是不是物件？一个囡仔连读册都读册，那可能读出百本册。我恐吓他，威胁他，利用他加入我的团队。他发现一件事，原来律师、医师、会计师、建筑师。对同一句话完全观点不同，不该被羞怕。第二次我再带他去，你知道他为什么要去吗？他要去看那四个道不会不会打架，他就去了。去了之后，他发现别人花了三个月、花了两个月、花了一年的时间，利用两个小时的时间把重点告诉他，教他如何读重点。他读几本书，你知道吗？两本。第一本没什么读，第二本改变了他的人生。一本书500块，100本多少？5万。但是他读。两本就改变了。这本书叫什么？心智图。如果你们家的小孩跟他读，就叫你读读的类似嘛，那你读读比较不一样嘛。比如说我要讲演讲，陌生开发这件事，那我这样子，他做什么？一张 PPT 要讲多久的时间？他在谈一个逻辑概念，所以你可以跟小朋友一起读。当他读完之后，他成绩开始不会10分20分开始往上加，后来推升上大学。所以100本好书。他只读2本，改变。第二版，
听一百场好的演讲，来听过一百场的请举手。你看到这么多，谢谢主持人。让你家的小朋友也听一百场的演讲，你会发现每天学一点点，每天学一点点，你刚不是证实过了吗？今天他这一那怎么时间听演讲，对不对？哪有时间听演讲？我每天起床送他们上课的时候，一定会放 CD 给他们听，在车上。刚开始他听好烦，越听越喜欢，越听越喜欢。后来把我家里面所有 CD 全部听完，后来现在会自己花钱去买上课去买 CD。然后他发现有时候我请他当小帮手，他发现麦克风这样来不可以这样，对我不稳心，也不可以这样拿。所以他发现要走位，屁股不能向人。他发现 PPT 该怎么做，所以他现在当了学校很多活动的干部，所以改变了他，这是第二方。所以注意听这句话：当另外一半很上进，你必须跟上，不然会被淘汰。你每次回到家，告诉你老公说：“老公啊，今天在学校听老师讲课，好好怎么样怎么样，结果叮当公来了，今天卖炸的挂点西了。”所以有时候要共同的进步啊，夫妻要共同成长才会有落差，这是真的啊。第三版，看一百场好的电影。看完电影之后，不是只有看电影这件事，不要看赌博片、爱情片那些没有意义、没有营养的打打杀杀鬼片，不要看的，不要看，看一些有意义、有营养的。看完电影之后要做一件事，坐下来跟他们一起喝咖啡或喝饮料聊是非。问他们说从这部电影看到什么？问他们说从这部电影看到什么？当你把一百部电影看完，你就会发现很多启发，小朋友开始就会启发了。那么我们现在看一部电影，这部电影叫《铁达尼号》。来，有看过的请举手。好，哇，很多。请问有人可以告诉我《铁达尼号》为什么撞冰山？管理不善，船长太自信，船长太自信，还有没有？还有吗？我再问代表一件事情，没有答对吧？我再问代表没有答对，这个是我的书可以不挂，任何人不要想的，翻开就是当下的想要跟需要。我刚刚那个屁回答的来，谢谢你了。OK， 好，谢谢你，感谢。那请问一下，铁达尼号为什么撞冰山？为什么？气候不好，谢谢。为什么？太自信，谢谢。还有吗？最后面呢？因为他看到上面的冰山，没看到下面。哦，看到上面冰山，没看到下面。还有吗？你说。是那个船设计不良。设计不良，还有吗？你说。判断错误，还有吗？好。认为他的船不会沉。他以为他的船不会沉，好，都没有答对。铁达尼号当时在105年前号称全世界最快的渡轮，号称永不沉船的渡轮，出航第四天，当天晚上11:40撞冰山，第五天沉没。不是你们讲的那样，是因为一把钥匙，因为紧急收信，所以铁达尼号翻船。这一把钥匙当时是一个二副叫戴维布莱的所保管，他很年轻，船长告诉他二副啊，你这么年轻。你下一趟出航，你再去。这一趟你先让他去，下一趟再给你。你们先办一下交接。他不晓得是故意还是不小心，口袋里面的一把钥匙竟然没有拿出来。而这一把钥匙在做什么？在开望远镜。而这个望远镜当时是全世界最快的，也是最高倍速的5000倍的望远镜。结果你没有看，你用眼睛看，然后你看到冰山根本来不及。所以因为这一把钥匙。所以由这一把钥匙跟这个故事告诉你三个启示。第一个启示叫做交接不确实，一艘船交接不确实，船翻了，一家公司呢，一个家庭呢，一个企业。第二个原因叫做什么？管理不当，下面没反应，上面没发现，这都是管理不当。第三个原因叫做应变能力太差，又不是铜墙铁壁，不会把它撬开、焊开、烧开、打翻，让它船就开出去翻。而这一把钥匙在2007年的9月23号，在伦敦的拍卖会上，被一个南京的企业家以台币524万买走。人家问他说：“你是吓我，赶快，为什么要花500万买一只钥匙？”他说：“我要用亚克力把它框起来，上面把这三个原因写下来，再加一排字，
魔鬼藏在细节里，警惕我所有员工，值得啊！花五百万让企业不会倒闭，花五百万让企业能够重振旗鼓，为什么不做？所以他说值得。发现一件事，小朋友开始从上面得到一些资讯，他开始会做一件事，带手机查资讯啦，不是来看那些电子游戏啊。所以这三百七十步做下来之后，小朋友成长就很大。所以他现在很紧张的，我去看电影，为什么知道吗？我看大猪比他壮。问一下，田诺卡诺并怀亚秀，田诺嘉义农川那支球队 ，OK， 好，谢谢。请问最精彩是哪两个部分？最精彩一个部分叫目光，一个部分是决赛，很精彩的一部戏。这部戏是什么？投手叫吴明杰，跟捕手从来没赢过。教授教练为了要鼓励他们，拿了一颗木瓜给他们吃，他就问教授，应该是先教授，教授，请问你这木瓜为什么长这么大？教授告诉他说，你想知道吗？当然想，来，我到你到木瓜园去看，请他们在木瓜树下面找找找找，找到什么知道吗？找到一根钉子，叫你抽。请问木瓜树被钉钉子会怎样？吸飘飘。所以他自知死地而后生，把最好的养分全部留给他的果实，所以他每一根木瓜都长这么大。那教授请问你是不是每一根木瓜树的钉钉子？他说来，我带你去看其他的木瓜树，叫他们在下面找，请问有找到钉子吗？没有。那为什么他的木瓜长这么大？因为那个木瓜告诉自己，他说大家都是这种品种，我应该也是这种品种，所以我应该生这么大。我问儿子，那你看到什么？他说环境很重要。从那个时候开始，他知道不要去教那些打打杀杀，不要去教那些画面，开始要改变自己的教练。最后决赛非常的精彩，投手吴明杰变化球非常的细，最后冠亚军争霸战。问题来了，从头到尾都没换过投手，到最后破皮了，在裤子里面擦，整条裤子都是血，怎么投都是坏球，再投还是坏球。继续换球，保送了一个，再保送，又保送，继续保送，还是保送，保送了五个，请问几分？两分。如果这个时候你是教练，换不换人？换啊，暂停，啊，叫下来。保守下来之后做了一件事情，教练，我对我自己有自信，请教练再给我一次机会。如果我现在就离开甲子园，我一辈子的伤痛没办法磨灭，请教练无论如何再给我一次机会。来，你会再给他一次机会的举手。谢谢你，不会给他机会的。如果你给他机会，球队一定输；如果你不给他机会，不给他机会，他一辈子都会被蒙蔽。而这个教练当时就是输了球，跑到台湾来，变成怪叔叔。他期望透过这些棒球活动呢，回到他的甲子园比赛。所以教练让他继续投。你有没有看到一件事？教练做了什么事？非常大的人性啊，宁可让球队输都不愿意让这个人输，有没有看到？宁可让球队输都不愿意让这个人输。然后呢，继续让他投，换球，队友受不了了，投掷球给他打，投掷球给他打。这一句话的背后是什么？相信团队，你怎么投，我们团队送对球队。直球很容易打，又被打出去两分。比赛结束，输了。全场5000位观众起立，为输队喝彩，是，并不是为赢队喝彩。为什么？我们看到投手怎么样？不屈不挠。看到教练成全，看到团队团结。无形当中不是一种教义吗？不是一种教化吗？你也发现电影可以启发很多事。圣母峰有去看的地方。圣母峰这部电影有去看的地方。重演的时候我进去看一下，重演的时候我进去看一下，为什么？谈这个教练呢、啊？你知道要去爬圣母峰哦，8848，现在是8850了，因为地震把它拱上去了。你知道去爬圣母峰要做什么事吗？要做一件事情，如果你在那边大小便的等大小便，要在哪里大小便？要干湿分离。这是爬过圣母峰的人跟我们讲，要干湿分离，小便归小便，大便要带着而行。你要下山的时候要把它带走，然后小便要挖一个洞在那边，因为下一趟人会煮那个什么
血来吃啊，喝那个水，所以要干湿分离。所以圣母峰这个谈人性，那一个人已经爬了第几次，最后一次六十几岁，只剩下200公尺，而你必须要在你下午2点一定要下山。那当天他们已经迟缓了3点才下山，有一个人只剩下200公尺，他告诉教练说，无论如何，我此生如果站不上去，我一辈子都没有机会上去。他说他要上去。这个时候，如果你是领队跟他上去，可能容易死；如果你不跟他上去，他会死。领队做了什么事？如果你是领队，会跟他上去的举手。如果你是领队，会让他自己上去的举手。你上去一定会死。这个领队为了要完成他的梦想，更爬上去。你不要小看他200公尺在山上，200公尺在山上可能要经过3个小时、4个小时才爬得到。最后两个都死，最后两个都死。不要讲的是，你有这种胸怀，愿意陪他去死，能力成全别人的梦想，而牺牲自己的性命。所以你看到这些人之后，请问你有什么感受？然后你问问小朋友，你看到什么感受？所以不要小看看电影这件事，看电影的成就其实改变很大。今天我虽然没有办法谈到知心，但是你会发现一件事，从很多东西加入这300俱乐部，人生开始改变，小朋友开始改变，你的家人也改变，包含你跟你家人在谈判、在看电影。如果这样分享，久而久之你会发现你的家人怎么样，观察力很清楚了，很敏锐了，对不对？很敏锐了。我想知心，我们再谈下去可能就很久，下次有机会再说。来，剩下几分钟的时间，还没，谢谢。剩下几分钟的时间，我想请几位同学回馈一下，有没有要针对今天你所听有什么感受，或者你有什么想法的，有没有来？来上台跟大家分享一下，上台要3次，一定要鼓励自己上台，跑起来给人麦克风。第二次，第二次，叫你卖讲惊着，观音要来压线。第三次，你看会场内面路面都光明煞，无。所以上台爱三次来，有没有自愿的？来，掌声欢迎一下，我先让他好好上台。今天呢，听老师演讲，听君一席话，胜读10年书。好，谢谢，给他掌声一下。听到震度鼓的，来，我们欢迎一下我们这位美女，来，资深美少女，来，掌声欢迎一下。各位同学，大家晚安。其实刚刚老师有问，他的300俱乐部里面，100场演讲，其实我是，我是超过了。其实从刚开始也是从我们这边，演讲新庄去演讲，之前我有参加，但是没有陆陆续续，只是选择好的来听自己想要的。后来我每天我要求我自己每堂课都来，所以今年的那个新庄跟福音的我都请一起。好，然后上半年的上学期的也是都是请一起，就等于说这一年来我上了我们的4堂课4学期我都请一起。然后最主要是说，我今天听到老师讲说，我们一般都认为说活到老学到老，但是真的我是学到老是活到老，这也是我今天听到这个老师，他非常的一个非常的更深一层的啊，引发我们在学习这一条路上面，然后。还有另外一个观点，就是你在终点，你在那个起跑点要重要，那倒是真是真的。还有原因效应啊，在不知不觉的重复习惯，那就是我们一般我们都认为说，听到了看到我们的习惯，我们都会随我们的习惯而走。有时候真的是要想变变大变，那这也是非常的深刻的一个影响。好，谢谢大家。非常好，谢谢。来，最后征求一位，有吗？来，掌声欢迎一下我们这位帅哥。因为我就用4句话4句点呢，感谢老师，感谢大师庄耀雅，探讨台心在善，易经智慧，
齐花齐花雅，因为他是遇见的顾问，哦，家和万事多千难。哇，我给他掌声，谢谢。哇，出口成山，收下，收到，收到。最后有没有那种等一下下课回到家里面会后悔？我打到那牙签，我打到那牙签，有点像牙签来。来，你来，掌声换一下，来，掌声换一下，来来来。哎，真的有时候哈，不要放弃机会，来掌声一下。真的，我不会骗你的。等一下下课一定有人后悔不可。为什么不去受到？怎么对吧？来掌声来一下。我觉得今天听老师的分享，真的受益良多，值得我们回去的时候会很需要。谢谢。好，谢谢哈。能站上来就是勇气。这一支你会发现哦，上来的时候它很重，真的是哦。有人家说台下、台上三分钟，台下还有三分钟，还有可以开放一位的吗？来，掌声欢迎一下我们最前面的人。因为我听老师演讲，谢谢老师好，各位同学好。我听老师演讲应该是两次还三次了哈。你们只要还想有兴趣的话，你只要有玩演出，回去那个 FB 上你就搜寻钟耀阳，你有时候那个老师他就会就是跟观演一句话，就等于是你听演讲一样。但是我自从上次跟他演讲，他教他演出的话，你都会有收获。这是我的一个建议，只要有兴趣的话，搜寻钟耀阳三个字就有。谢谢，哇，替我广告。我有六个账号哦，脸书，因为有五千人满的，我就开放在另外一个账号。我逼我自己每天在 FB 写一段阳光的话，没有负面，你看不到负面。到现在为止，你绝对看不到负面。那无形当中也让我很正面。那现在我比较偷懒，礼拜天会休息。啊，以前是天天写。那么写到最后，我发现了，真的有时候脑筋会空，但是我逼得我一定要想出来。有时候是当时的感受，有时候当时的启发。所以如果你有兴趣，就打我的名字，这样就可以。找不到没关系，上 Google 上雅虎就会有 ，Google 雅虎百度 YouTube 都会有啊。以上，今天如果没讲清楚的，没关系，我有书有 CD 有 DVD， 有兴趣再找我。最后祝福各位心想老师整，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